All right, I just got my vaccine, and I will recommend it to anyone and everyone.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live. 看好莱坞巨星阿诺史瓦辛格摇下车窗，让医护人员帮他注射新冠疫苗。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15秒，就圆满施打成功。阿诺开心地在推特发文表示，今天真的很棒，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开心的排队经验，如果民众符合资格，就一起来接种疫苗。阿诺还利用电影《魔鬼终结者》中的经典台词，说出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，就跟我来吧。不过也有网友认为阿诺应该要用 I'll be back 这句台词，因为他在几周内一定要再度回来注射第二剂疫苗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